来，我们来看看要做什么料理。我们今天做两道哈，第一道我们做这个蛋菊花椰菜。蛋菊花椰菜听起来很难的，怎么可能十分钟？那第二道我们做这个姜烧猪肉。姜烧猪肉听起来也不容易啊，怎么可能十分钟？其实只要善用道具，家里面有什么，比如说你有烤箱，你有大铜电锅，有你有蒸烤炉，这单最好。那如果妈妈不在乎微波炉，其实也可以。你等于是用一个部分呢，先去烹调它，在这个空档的时候，赶快做另外一道菜就好了。对不对？所以半小时可以出到三四道。其实如果说你就是整个在烹调的时间，你把它计算得很精准的话，15分钟出个大概3到4道菜是没问题。妈妈们真的需要的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时间，所以我们要把时间做好精算之后呢，就可以很轻松。那我们在现在这个单元里面，我会边在做的过程呢，我会跟大家分析怎么样把时间缩短。好，对，好啊。首先，所以这第一道要先做什么呢？我们先做这个蛋菊花椰菜。好，因为它要烤，要点时间。对哦，你这个玉米笋拿到手之后呢，你就先把它切好，把它放着。那你把怎么样？裂塞杆时间缩短的一个就是怎么？立来公，我现在直接把菜拿去焗，它没有办法那么快了。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把它先放酱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，然后我们把它先穿烫。哦，穿烫哦。我在煮的习惯性哦，我会有一个水锅在这边，然后去穿烫。不管你要炒菜也好，我干嘛，其实速度会比较快。不然那么大一朵，其实穿烫真的很快，1分钟就搞定了。哦，你信吗？穿烫怎样的？要加盐吗？不用，你可以最后盐巴再放在上面就好了。哦，好。你就可以把它捞起来。只要这样就可以了。它只是烫一下，让它杀青啦。哦，这样就会快很多吗？对，没有，我们只有10分钟啊。其实哦，蔬菜类的东西，我觉得我也是建议这样烫一下。讲真的，它其实可以生吃，所以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什么农药啊，或者什么虫啊什么的，你就等于用清洁，一洗半天不如穿烫一下，农药什么都在那一锅里面。你把它放好，先放旁边。哦，你看多快，果然是哎。可以来点洋葱了。洋葱，好。洋葱都不用穿烫。洋葱你也是切开短。因为洋葱在里面吧，包在里面的这种还好。把它稍微撒上来。葱，那就有4种蔬菜了耶。cheese 啦 ，cheese， 一朵 cheese 青菜撕一撕放上来。哇，小朋友又爱。对，那家里面如果还有吃剩的面包粉，给它丢上。比较有趣的是水煮蛋。哦，水煮蛋。哦，水煮蛋随便切啦，不用太多，因为它是增加它风味的。哦，就有个荤的感觉。嘿，阿尼好，然后再来美乃滋。好，用美乃滋啊。对吗？美乃滋。哦，它顺口啦。美乃滋可以这样烤哦。哎呦，而且美乃滋是怎么做的？蛋跟那个沙拉油。对，所以它待会会整个很滑口。有油。它会很滑口。这个时候好简单哦。这个时候盐巴。根本就是把一个沙拉拿进去烤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就这意思嘛。平常我可能没有淋美乃滋，可能再加点橄榄油醋就吃了嘛。来，阿尼，连盘子一起烤。连盘子。所以也可以放在烤焗烤盘那种。可以。哦。那可以来。这样子差不多8分钟，好方便哦。所以我们现在有8分钟的时间嘛，对不？好来，拿一个碗，现在要做的是日本料理。日本料理，你看出日本料理。这把来，这是什么肉？这是猪肉，梅花猪肉。梅花肉是吧？这要几度啊？200，最高250。最高250。250、220都可以。好，8分钟。就把猪肉啃起来嘛，对不？来，红喜菇拨进来。红喜菇，我们常常哦在做菜的时候，大家会想说哦，要怎么样让这个东西，比如说前后顺序放，是，对不对？洋葱，哇，真好用哦！这玉米啊，切丝。大家会讲说前后顺序，可是我跟你说，这道菜它不需要什么前后顺序啊，这么好哦，姜汁猪肉哎，模拟。一般那里不买，没人在下面前后顺序的啊。来，我爸被腌，你干嘛腌？你用的是梅花肉，已经够软够好吃了。这个可以顺便放进去吗？你要放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可以啊。看多好，在家里不要浪费食物，这一根要什么时候吃？我舅妈，只要那一点就够了吗？可以再多放点没关系。所以这个我切啊。你要切越细越好哦，不是这样切，斜切。很细哦。我来。为什么你知道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切粗的话，里面的肉熟了，它还没熟。你要照着这个方向，就是你现在是细的就细的。然后不要粗，你要去计算说每一个熟成的时间刚刚好。我觉得詹姆斯人很好，要是我就直接
加果汁机打一打。果汁机先别吃。哦，别拿酱膜跟着果汁机打不一样。酱比较香吗？酱比较香。哦，所以还有差、哦，所以慢慢磨一下就好。其实我们刚刚大概一大匙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差不多只放半匙。半匙半汤匙就可以了。好，来味淋。哦，味淋。哦，酱油差不多两大匙左右。啊，你买个两斤的。哇。啊，这也是，这也是可以啊。真好哎，不用顺序，就一锅到底。但你吼，它会出肉汁啊！我现在调味是大概的调味，嗯，我没有调到完全很精准。妈妈不要太紧张，说啊，你爱几汤匙几汤匙，你只要记住，我们在做菜的时候，先不要放满哦。你不要说，我今天三汤匙就三汤匙，你可以先放两汤匙，差的全部也晒全带过嘎巴哦。哦，啊，这边不要放油，要放什么？放在这边。酱油放进来啊，放这里哦，更加的厚啊，这样就铁板烧的感觉，有点像是铁板烧的感觉。啊，立即马来加，现在几分钟了？现在才两分钟吧，两分钟才还有六分钟嘛？对啊，锅子热了，这六分钟这道菜不够炒吗？不够了吧？可能四分钟就炒熟了吧？对不？对，中间我们可能要加的东西是什么？今晚如果行搭差，嗯，炒一炒水分够之后加酒，哦，最后不搞去加酒，好，立即马来啃来，哇，好方便哦。梅花肉拌饭也很适合吧？对，梅花肉吼耐炒，嗯，你不用担心，哦，哦，啊，妈妈特别讲，然后被松板就较麻烦，你得一个切，啊，不然一般咧点的吼，嗯，假些的火锅肉片就真好啊。对，对不？所以其实妈妈你买这种火锅肉片也很方便，你省去切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切嘛是时间啊，有当时啊差两分钟切五分钟啊。所以买这种现成的就很好。啊，不用急，他进去的时候来，我们放一点点酒，绕一圈，好，啊，放回来。哦，你稍微焖一下，是想让它上面有一点水汽进来，水汽，它可以帮你导热。啊，你顺便可以看那边烤的怎么样？烤的还蛮好的。美乃滋有没有有一点融的感觉？有一点融，有没有一点焦？但还没有恰恰。水，安内的话，好啊，赶快，今嘛炸嘛。哦。啊，炸好烤的话。同理可以换成牛肉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哦，可以，就有点像牛冻饭喽。丢丢丢丢丢。哦，好香哦。哦，有味淋跟酱油，我觉得这两个日式的那种料，那个调理的味道，就是很好吃，很下饭。所以新手妈妈，你也不用担心煮不好，刚刚一锅调好之后下去，多快啊！而且这个哈、哦、还有一个好处，想我现在目前加这样子，你会觉得是日本料理吗？如果我刚刚放的是韩国辣椒酱，这个就是韩国烤肉、韩式料理那种。我以前如果做这个，它会分开煮，又来合在一起煮。对，啊，就分开煮。嗯，这样子不错。哦，好了，多快啊！所以妈妈累不累？不累啊，肉好了，待会就等菜啦。哦，因为你刚刚烫过了，盘子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有点烫。嗯。什么？把这里烤好。哇，好了。气，有没有旁边的气势？对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两道菜了。哇，哎呦，烫烫烫，不能乱摸。哦，先不要。